Hello， 我们把这个立棒架七米七的吊上去了，哦，然后也就是用我刚才叫我爸来帮忙了，我们就是一头吊，然后扛上去的话，再吊后边，然后用这个架子可以推，这样往前推到前面去，就这样子而已，蛮轻松的啦，哦啊，不过等一下要把这一组工程身推了，没看到这个组。这边，要把这组这边拍过来了，要把这个拆掉了，啊，这组拆掉了，明天要带去那边用了，哦，光组装架子要花一段时间的了，哦，不过有好处就自己可以控制了，不用叫吊车这么麻烦，然后其他那些到时候那边弄好，再叫吊车去吊，哦，那个就我没办法了。那需要吊车，哦，因为太长了，对呀，啊，大致上这样子。好了，里面就结束了，这期希望你们喜欢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